小丑勾二啦，用了一个我外包的工读生，这个叫简培哥，他找他来做装墙啊。小丑勾二给他第一来去拍了影片，明天哦，我们就已经提出告诉了，因为这一段东西我必须先讲给大家。小丑哥哥给了这个简培宇给了他一亿之后，而他今天没有来把这些东西金钱各方面来还给他身边这些人。以前我们就有合作的某一个厂商，当初他来我们这边啊，他讲的说他那其实平安讲在我们这边，他说他要成为一个直播联盟的一个机会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机会。伊迄个情形，现就是讲话烂拢会喷出来啦，我都无法度啦。啊，伫遮我们就是给他在这边做那个直播，他生活分很大，他又说他生了小孩啦，没钱，因为我没有清楚他小孩，跟他讲的说他小孩没有钱，所以之类的。那我们也是有说，真的给他点钱，你给钱正常来讲是不是要回去买奶粉？伊拢得因为我们关系，就好咩？啊，就个被领后，然后在休息下化水啊。啊，我就感觉这种感觉很不好。啊，你讲讲啊，你个你有钱，你就讲我刚才话讲一堆，你又讲伊即马怀才不遇啊，啊，就可能啊，会先借条子。你等下如果讲伊就可能无钱坐车，佮要等去创业几百万的。啊，我嘛是讲坐车佮台中嘛佮几百块啊，我摕五千呢。啊，讲外国人，外国人，我真的是。伊半暝讲去啉酒啊，讲去啉酒，无钱去啉酒。啊，啉到讲讲赔钱回伊，讲无买就讲怕。我着想讲想下嘛，你伫路边呾啉酒爱五千块，讲叫伊赔五千块，啊，拢总赔两届一万。你这年纪嘛是太几千块，加减赔一万，是啊，你周转几天？啊，第一届五千块，第二届应该赚了。伊大伊讨钱呾多少？啊，我想讲我嘛小解解问题，你我嘛无。你半暝嗲嗲咕噜，我甲伊弟弟袂当进去困，啊！你看伊这面子怎样？哦，逐工陪伊领困，伊领只困就算，偷打起来，甲你弄起来。那有这款代志啦？伊这人哦，我觉得不会伤心。阿伯姐啊，阿伯你啊，阿伯舅，你阿你花钱，阿你拿手机，伊阿你红色对啊。这个小丑哥了哈，佮全部家伙欠着钱的哈，要由你来处理。人即马计去你阿拍面啊吼，你找着伊赶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太好了。出来处理一下，然后那些什么受害者？高二小丑给他的，不管是一万、两万、三万，或者是一千、两千、三千都一样，只要有给就是利益，就是要跟人家处理嘛，而不是封锁嘛。啊，你高二你喜欢打抱不平嘛？你的朋友哈不需要，你起码谁来处理？啊，我还是要给大家公正一下，那确实在我这边嘛。你第一关就多少？八九百，零到八九百。我本来想讲台币封顶对吧？你来家移民工也高宅啦，还有他的一个动作啦，我的粉丝其实很多这样。我其实流失这些客人，但是我如果可以帮到这个，可以重新东山再起，我流失的客人我可以接受。但是我今天流失那么多客人的情况下，这样对我就觉得那我以后会不太敢帮助别人，对我的打击真的蛮大。你不要看到有流量的人才要蹭呢，才要去帮忙，没有流量的人不蹭哦。他现在就已经跟你讲了，这个人跟你拍片，也跟你有合作关系，就这件事情就让你还什么，对吧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可以帮我们，让我们同事很好玩，对啊，谢谢。这个简培宇哈，高二这个哈，你们要赶快啊，看能不能赶快出来，大家赶快先别买东西，好不好？他不要说哈，为了拍片赚到了 YT 的分红，赚到了个人的利益。或是这个卷杯拿到这些应有的这些利益，拿到之后又没有还给人家，这样不好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会持续追踪，好不好？